我是陈炳，1971年出生于陈家沟，是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。太极生两仪，阴阳互为根，刚柔并济，动静相宜，融于武术，成为太极拳。慢就是快，柔即是刚，急缓相间，意气形神逐渐圆融一体，最终实现身心合一，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。犀牛望月，全身青龙出水，转身闭门扇，这种功夫叫太极拳。我叫果果，5岁遇到师傅，从那以后每天跟着师傅学习功夫。师傅说太极拳有3道门，第1道是招熟，第2道是懂劲，第3道是神明。中华太极门，正气满乾坤。师傅对我说，继承功夫，传承思想，练功不能怕吃苦，师父礼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我叫孙武，传统武术和现代格斗是互通互融的，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，只有全面领悟，融会贯通，运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。太极拳是一个完整的格斗体系，最初的本质就是为了战斗，选择我们需要的精华部分，将之结合，突破传统的思想，根植于传统，超越传统，让中国功夫文化以一种更适合现代社会生存的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，是我作为新一代的太极传承人应尽的职责。